天狼星信息，关于建立自信心，重振旗鼓。通灵西亚格蕾斯，翻译 Nick Chan， 编译 Google。 亲爱的，是时候团结起来，把你们的小小分歧放到一边，有着很多工作要去做，来疗愈以愈合黑暗势力创造的分离分裂，已经渗透到地球的黑暗邪恶的控制元素已经离开了这个星球，但它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人类。现在是时候让你们所有人进入内心内在，认识到那些即将浮出水面的伤口，以便得到治愈。你们都已经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以至于你们已经习惯了分离被分裂，这就是黑暗面能够控制你们的原因。你们内心的旧伤正在涌现，最终被治愈。现在是时候了，你们要进入自己的内心，治愈正在浮出水面的负面情绪的最后残余。现在是时候让你们放下你们所有的分歧，作为一个整体走到一起，这是你们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。你们许多人感到疲惫，需要一位救星，但我们必须告诉你，亲爱的，你就是世界的救星，救世主。近年来你们都在努力工作，以至于你们已经疲惫不堪，需要休息了。现在就去好好的休息，亲爱的，疗愈所有来到表面的小烦恼，进入内在，看到他们的琐事，意识到你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差异是人类交互中丰富多样性的一部分。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是和你一模一样的，总是有着差异。你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差异此刻在被放大，因为你处于所谓的战争中，你感到伤痕累累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差异只是肤浅的，能够瞬间被疗愈。当你意识到你们都是伟大存在意的一部分，与他人交战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不要在最后的障碍面前放弃。这个最后的障碍，所谓的战争，在疗愈你内在的创伤。你周围的人会带出你之内的这些创伤来被最终疗愈，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只是做着他们灵魂的工作来帮助你进化。是时候去把你看到的差异放到一边，团结为一来疗愈地球。地球处于一个运动的状态，你会开始看到许多气候模式的变化，随着它，地球母亲纠正黑暗面施加的失衡，地球会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随着它转变它的轴线，更加接近大中央太阳。这不是一直被预报的戏剧性事件，而是逐渐减少极端的冷热状况，来变成一个更加适宜的星球。一些植物和动物会灭绝，但其他的会拾起自己的位置，随着自然物种开始能够和谐共存。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白日梦吗？好好想想，亲爱的，这是你的未来，这是五维，第五维度。你们认为只有人类会改变来生活于这个新的人间天堂吗？大自然也在，大自然正在合一，就像人类正在做的那样，将会没有那么多需求去宰杀各种动物，随着所有物种转向一个更加基于植物的世界，会更多的依靠自然生长的植物、花朵和草药作为食物、药物，更少的依靠动物来作为食物。随着人类进化，动物王国也会因为地球上的震动开始改变，就像圣经中所说，狮子会与羔羊同坐。从大中央太阳而来的震动在不断增加，你会注意到你的身体在改变，
随着你适应一个不同的存在方式，你再变成一个非常不同的身体。随着你改变，地球也会围绕着你改变。想象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，亲爱的，因为这是你的未来，它始于现在。把你的爱和光发送给战争进行的地方，只要他们开始，他们就会结束。地球母亲不会再让更多的战斗在她之上发生。支持这些战争的黑暗面，不会在五维、第五维度拥有一席之地，会离开地球。欢喜，亲爱的，因为世界在变成一个新的世界。你所梦想的世界现在触手可及。随着您疗愈自己，您会疗愈周围的人。随着您疗愈周围的人，您会疗愈世界。把差异放到一边，团结起来，抛开你们的分歧，在你们的社区中团结起来，创造这个新的人间天堂来，让所有人都生活在爱、光、和平、和谐中。我们在这里协助你，因为我们自己就经历过这个进程。呼唤我们的帮助，因为我们比以往更加接近您。会来到一个时间，你能够看到我们，随着我们帮助你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我们会展示你一直隐藏的技术，但在那之前，你会在梦中与我们在一起，在冥想中与我们连接。要有信念，建立自信心，重振旗鼓。亲爱的，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那个世界会是你的。我们发送你大量的爱和祝福。我们是天狼星。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